然后再点一个。好了，那我们满足一下他们的要求啊，再点一个。我们看看西安同学，就是觉得自己符合的一定要站起来，站起来才会得到。要符合学生装吗？上来站。要不然跟你一样吗？转速这里，小这里。我觉得那个，哎，那里有一个穿了跟我一样穿西装外套的。哎，怎么坐下了？啊，这个白衬衣打领的穿西装外套跟我很像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把麦克风交给他们，点一首歌。啊，我点转身。那，你先来。黑暗城市独留一盏孤灯，寂寞的心，喧嚣的心更冷。伫立窗前，一人思绪翻涌，迷离于你编织的美梦，沉醉其中，泪眼迷蒙，以为你。牵手和我走到生命的终点，幻想才是最美，得到了已破碎，你已走远，到你了。我们都会不需要你的誓言，没有唱过。我们阻挡不了命运的变迁，曾经的你我都回不到从前，未来败给时间，惋惜不如怀念，只愿情不相欠。棒了！好的。